斑马玩具。罗密欧的鹦鹉。睡衣小英雄们正在整理罗密欧弄得乱七八糟的公园。猫小子，下次可要快些解决麻烦，不然每次弄得这么乱，很难打扫的。说的没错，下次不能让坏蛋们有可乘之机了。别说了，快些整理吧。哈哈，一切都在计划中。上吧，鹦鹉，我要让公园一直乱糟糟的，然后让全世界都乱糟糟的。菲比侠，这些垃圾倒在这里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报复！菲比侠，快来帮帮我！好的，马上就来。你找我做什么事啊，猫头鹰女？刚刚我没叫你呀。看样子这里有人在干扰我们，我们要快些把捣蛋的家伙给找出来，不然天亮了也别想把这里整理干净。哦，看，应该是那只鹦鹉在学我们说话。罗密欧来了，他运来了大量的垃圾。干得好，鹦鹉！睡衣小英雄们，你们慢慢捡垃圾吧，我要回家睡觉去了。哦，这么多垃圾，还有鹦鹉在一旁捣乱，完全整理不完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戴上耳塞就不受鹦鹉的干扰了。重的垃圾交给你，菲比侠。猫头鹰女整理零碎的垃圾，其他的交给我吧。超级无敌大力手，超级猫速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终于把公园整理干净了。下次抓到罗密欧，一定要他好看。小朋友们，罗密欧又研究出了什么东西来搞破坏呀？赶快留言告诉我吧。喜欢我，记得点击关注或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